会有老爷裤的造型吗？它是有点老爷裤的造型，然后后面这里让你的屁股露露看起来比较熟一点，然后下面它又是修整的，所以看起来其实你这里宽这里窄腿是长的。没错，我今天穿，对，我不是穿连体，我找一个衬衫，有点穿是比较有个性的穿搭，有个性的穿搭，连体可能就看起来比较可爱，但是穿衬衫看起来就比较有个性。然后这个啊，小个女孩，你可以自己拆掉，然后把这个纽扣缝在上面的那一个，可以把它缝上去。小个女孩可以往上缝，高个的女孩下面还有一个纽扣，别担心，所以它其实不会卡裤裆。因为有些吊带会不会卡裤裆？对，所以就是会担心裤裆的部分。但这件你就不用担心，这件这里超级舒服的，因为它有两个大口袋，两个大口袋。那我下面有帮有反折，露出小腿的部分，露出小腿，没错。然后你看它后面有两个口袋哦。